Welcome back to EmRatThich channel, the best place to learn table tennis. The video has the subtitle. Please turn on captioning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比赛开始来看双方的手盘对决。开局后的第一分，张天和曹薇的这种进攻态势很明确，确实今天在这场半决赛当中，作为黑龙江队啊，一定要是全力的去冲击上海地产。同时在第一盘的双打比赛当中，曹薇和张天这样的一个组合，也是一定是要在这种进攻的态势啊，包括一些发动的速度上占据一些先机，才能会有一定的机会。 樊振东和许昕的这一对搭档呢，其实两个人无论是接发球上啊，包括在一些多板数的相持上，还是远台的对拉跑动上，确实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从哪一个环节上想去突破他们都很难。那对于曹薇和张天来说啊，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从速度上突破是有一定机会的。 许昕的发球，连续的两个擦网。这个球发得很转，而且张天的接发球呢也是借转啊，去搓长。3-4。 说明这个许昕的这两个发球都很转啊，所以我们看张天这一板的搓球是回球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去控弧线，但还是擦了个死网。这三分丢的过快啊！现在樊振东和许昕一定要把节奏控制住。 没错啊，张天现在这样的一个出手，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想求稳啊，和曹薇一起这种稳扎稳打去赢樊振东和许昕太难了，就是要冒险才有机会。哇，好球，好球，好球！曹薇这一板反手的压斜线效果非常好。其实这个球如果再是给到了许昕的正手位的话， 许昕的这种正手的拳台照顾范围是非常大的，压到了许昕的反手底线是好球，7-5。 黑龙江队这边曹薇的发动很快，而且连续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落点上的控制和变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好球啊！其实也有意识到曹薇在压自己的反手，许昕没有再选择侧身，而是直接的反手在远台反拉斜线。
行程到跑动的局面当中，而且需要中远台的配合上，许昕和樊振东的优势啊就特别明显了，确实比较厚。曹薇拧到许昕的正正手位没问题，可以角度再大或者速度再快一些。8-9。许昕在第一局的中段开始，对于这种台内的帽高，包括一些出台球的处理上，非常的积极啊。而且许昕的正手的确是这种无论半出台还是台内的半高还是远台啊，大角度的扑救，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的。走来，张天这名选手年龄比较小，但是感觉他正反手的实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在上手的处理上也不是很犹豫，非常不错。这个球是有一定机会的，有些着急了。哇，好球！弧线高的球，尤其比较慢啊，这种弧线高的球，其实拧得很转。你给到樊振东的这种正手的范围内几乎都是送分。许昕其实也是，你许昕你把许昕的弱点调动开，你给他加旋转，你只要是这种突破性速度没有超级快的时候，他正手也是能够保护到的。所以呢，许昕和樊振东的配合，把一左一右两个人在双打比赛当中正手的优势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这样的话，许昕、樊振东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不过我们看第一局，曹薇和张天的发挥也是非常不错的。在第一局的中段开始，曹薇通过频繁的反手去高质量的变线，也打开了一定的局面。而且张天在第一局的后半段也是有一些主动的上手，给樊振东和许昕形成了一些质量上的威胁。那再说回到开局给大家介绍的情况，就是曹薇和张天，我觉得两个人还是要从速度上啊寻求一些突破，今天的比赛才会有机会啊，还是要寻求一些速度。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第二局的双方的发接发的轮次发生变化之后呢，曹薇的来球啊是给到樊振东。那刚刚也说到了，曹薇是黑龙江队这对男双组合当中主要的发动点，所以也是要看许昕在这一局啊能否会有一些更多的这种先手的控制给到曹薇，去限制曹薇的上手质量，然后再给樊振东创造更好的反攻机会。1-2。哇，还有，继续兜，好球，好球。不过打到目前为止，曹薇我觉得他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确实面对这样的两位对手啊，心态首先一定要摆好啊，不然的话很容易过紧或者过松啊，这种心态的调节其实难度是很大的。
哇，漂亮！这一分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啊！曹维拧的质量这么高啊，被樊振东去扑了一板直线。好球！直拍的这种台内挑打，确实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多珍惜啊，这种球出现。在许昕来说，这样的出手其实是比较常规的出手，但是近两年我们看国际乒坛上的其他的一些直拍选手，这种出手不多。这是一个运气球。第二局的发接发轮次来说呢，对于黑龙江队的两名选手是比较不利的，我觉得，因为一旦被许昕控制住一些节奏和落点，曹薇的质量出不来，那无论是面对樊振东的回球，还是黑龙江队的主动发动，局面上都会很被动。这是一个出台球，已经算到了，不过应该是比较不转啊，所以许昕也是拉出界了。第二局整体过程还是比较顺利啊，目前在第二局的局末阶段呢，许昕樊振东拿到了四分的领先。这个球许昕其实已经算到了，曹薇这一板的回摆非常的转，非常的转，6-8。好球啊，好球，好球！这个球晃到了许昕，确实撇的斜线迷惑性非常强，而且角度非常开。一分的分差，张天的机会没有把握住，9-7。现在在场上，曹薇还是积极的去想办法，确实不错。哎，这是机会，机会。9-9。这一版樊振东的落点控得非常的好，我们看啊，搓的弧线又低又转，而且线路又长，许昕樊振东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漂亮，许昕的招牌得分手段啊，我们看一下，能够在台球台以下去反拉直线，这个球难度真的很大啊，没有点手感的确做不到。那目前许昕樊振东拿到了大比分2-0的领先。
前在观看樊振东和许昕的双打过程当中呢，觉得许昕的控制会更多，然后樊振东的质量输出会更多，两个人的分工是各有不同的。不过现在来看呢，感觉许昕和樊振东在控制球上的感觉都差不多啊，也能感觉到樊振东在个人这种风格技术和能力上的转变，其实细微的调整，就微调啊，包括控制，包括节奏的变化，相较于以前是变了非常多了，更加的全面，更加的丰富。好球！其实曹薇无论是在第一这种奇数局的发接发轮次，还是偶数局的发接发轮次啊，进攻落点上做的都不错。1-3。该叫暂停了吧。在第三局的开局落后三分的情况下呢，张天和曹薇请求了暂停的机会。这里也提醒大家，那在双方的第二盘对决当中，将会由黑龙江银河队的徐迎宾对阵上海地产集团队的周凯。暂停回来，1-4，逆旋转也是被许昕盯到，直接撕开了斜线。6。看，这个就是樊振东在控落点，然后许昕的进攻得分。7-3。黑龙江队来看呢，相比较曹薇来说，的确张天的失误要更多一些。不过确实啊，在决赛的赛场上又是面对樊振东和许昕，我觉得张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这个球樊振东是可能觉得许昕会冲死啊，没想到被对方防了回来。前两局都是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方迫近了比分，来看看第三局啊，许昕樊振东能否啊把这种比分的领先优势保持住。
哇，漂亮！这个两位艺术家共同献艺啊，真的是。许昕正手先兜一板，紧接着樊振东在远台反手再去，也是低于台面的这样的高度。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许昕樊振东也是以3-0的总比分啊战胜了张天曹威，为上海集团地产上海地产集团队拿到了第一分。从第一盘的双打上来看，相对我们比较陌生的是黑龙江的选手张天，但我觉得张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在开局后也是敢打敢冲啊、包括在 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 PingSunday.com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